揸 cam 噶，因為797翻我平石村啊嘛。哦，深水，即係新蒲崗。係啊，都新蒲崗噶。我第一次翻去仲去呢個總站噶啦，我以前係冇去過呢個咁嘅行。我當時喺平卡車度翻朝景嶺嗰個翻寓所啊。哦，我係住喺嗰度啊，直情。你將住宅㗎？係啊。你第一次見到個咩小紅車長喎？買咗成日坐796C。係啊，我第一次試啊，因為我要以免新班會冇噶啦。我近排都通常坐796C同694。係啊。哇！而家61分鐘就我揸咗61分鐘嘅喎，就抵達寶瑩呢個花園嘅。咁你喺邊度上車？我喺總站上車咯，我搭咗42C，再轉970，再轉呢架車咯。勁！我因為見到咩產蛋嘅個42C啊，我呢個叉電器嚟嘅呢個。係咩波箱？波箱啊，波箱！呢個聲係丹尼斯 E500 啊，呢架車。咩波箱？呢個係 2000F。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今個暑假有幾玩啊？好，我车耐啦。